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人民富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回答。 歌舞特区唱响曲，跃动着特区先行先试的时代脉搏。一九七九年，大厦一个校园，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里画了一个圈。情景合唱舞蹈。 回归时刻，欢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诗朗诵与合唱《跨越》，讴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重大国家工程。 情景舞蹈《党旗在我心中》，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合唱与舞蹈，行进的火炬，让人们重温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 神舟七号飞船发射等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第四篇章。 锦绣前程，展开一幅新时代的壮阔图景，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戏剧与歌舞，东方奇迹。 讲述闽宁镇十八洞村的脱贫攻坚故事，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胜利。 情景交响歌舞《人民至上》，再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场举国动员、上下同心的全民战役。 情景歌舞《强军战歌》，通过多军兵种一体化实战演习的纪实表演。 人民军队阔步前进的豪迈姿态。我们的航天人正与嫦娥为伴。诗朗诵与合唱《强国力量》，展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 的天地，一面直径10米的巨型大鼓和100面大鼓在空中鼓舞，百名号手奏响号角，大气磅礴、焕然一新的画面，展示了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壮丽画卷。
器乐、童声合唱与舞蹈，命运与共，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奏响的心灵和鸣。领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多远，你都在我们身旁，信念永恒，初心不忘。人民就是江山，且就你使命担当。伴随着主题曲《领航》的旋律，高达16米的金色党徽庄严升起，光芒四射。灿烂的焰火又一次点亮夜空，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文艺演出结束，全场起立，共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热烈掌声，经久不息。观看演出的还有丁薛祥、杨洁篪、杨小杜、张幼霞、陈曦、于正声、曾庆红、吴冠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2021年新发展党员代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外国专家也应邀观看演出。